我根本就没有恋爱啊，只是我在单恋他而已。所以他拒绝你了？我也知道我这样很奇怪啊，明明就没有在一起，到底是在难过什么？我自己也不想这样啊，所以我就只好一直找事做，转移注意力。 就算我装的再忙再开心，我脑子里面还是一直出现我们相处的那些画面。人家不是都说女追男隔层纱吗？我都已经这么努力。 厚着脸皮努力制造机会让他来追我，结果还是受到老人卡。原来，在他的心里，一直都有一个喜欢的女生。被动的男人已经够让女人伤心了，这个男生更坏。 他心里有别人，还要跟你搞暧昧啊？这不是他的问题啊，是我自己。他人真的很好，心地很善良。其实他还是为我想，所以不想伤害我，所以才会选择对我坦白的。只有有时候坦白就是一种残忍。我。 我知道这是他的体贴啊，所以我不怪他。但是这张好人卡就让我明白，我的单恋已经被宣判死刑了，而且没有再上诉的机会。嗯，好着呢。你换个方向想。 虽然呢，这个是你人生当中第一张好人卡，哎，黄少辉，你发给别人的好人卡也是蛮多的。哪有发给谁好人卡啊？老爸都帮你发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更夸张的是，你还不是老爸代发好人卡给别人，那些人呢、啊，还要接受老爸的眼神杀了又杀，杀杀杀杀杀杀杀，是一种比死刑还可怕的凌迟哦。 那些男人呢，接受了老爸那种不人道的对待，都是因为你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掐指一算，我看啊，那个人数排到社区以外，大概2圈都还有剩哦。嗯，而且你罪孽深重。嗯哼，哈，你们两个这才安慰姐妹该说的话嘛，你们应该要秀一秀我吧。啊，秀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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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
吃，不能吃，别再吃了。哎呀，那你也吃一点，要放一起泡。好啦，说真的，我们不能太大声，这样会吵到宝宝跟奶奶。父亲节快要到了，我跟默默已经讨论好几天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你真的很过分哎，都已经讨论好几天了，现在才想到来找我。父亲节又没有改日子吗？你们一定是想不到好的梗，所以才来问我哈。啊，你这么会搞活动，不问你的意见好吗？你可以趁机报复老爸。报复什么？报复他替我发卡，害我罪孽深重啊！哎，一年就只这样一次机会，错过就没有了。反正呢，我是没那个胆啦，最好你们是敢。哎，
我倒是有想过是不是要去吃一间好一点的餐厅或什么的。我是想其实我们可以住迷彩服耶。什么？半班兵啊，让老爸尽情的操练我们。你这 idea 真的很烂耶，这样只会整到我们自己好不好？真的是很烂。那个我吃过，我上莫你可以吓你们，你可以再吓一点啦，不然你们自己想。那送刮胡刀？哦，去年不是送刮胡刀吗？前年也是送刮胡刀。大前年好像也是刮胡刀吧？大前年也是刮胡刀。我们真的很坏耶！都你啦，不讲点好的。我不想啊，你欺负我。我欺负你啊？欺负谁？对啊，你让我乐一下不行啊？我帮你擦眼泪。总比赔了老本要好啊，兄弟啊，我们都过了冒险的年纪了，当然担心儿孙的是人之常情，但你万一弄得倾家荡产，反而成了儿孙的包袱，那不是本末倒置吗？还有，你总要顾虑一下恩慈的心情吧。我们整个家让他做主，我还不够考虑他的心情啊？儿子这件事情就没有，你得想想。陪你到最后的不是你儿子，也不是孙女，是你老婆。你看看我，我现在想珍惜，有没有机会？你还糟蹋。对不起啊，兄弟，让你想到苏慧了。没事，能够点醒你啊，珍惜现在的幸福，那也值。行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就好。等着看吧，保证让你们尝到我阿欢师的绝妙手艺。哼，我们家一门女将回来了。进来了哈。哎，我妈。木头啊，你今天来的正好。得了。啊。你买这么多，要做什么好吃的吗？对呀，今天我要做很多好吃的。哎，不行啦，啊，答应过我们今天晚上不沾手，只有我们三个姐妹负责下厨，您只能当顾问。啊？嗯。你们三个做？啊。是我们哎，可是你们三个没有做过菜呀？妈，他们你们没做过菜？我回家吃自己的好了。哦，木头叔叔，你不能走。木木，木头叔叔呢？这一辈子没什么坚持，就是坚持吃好的、吃巧的、吃饱的。你们三个没做过饭，你们饶了我的五脏庙吧啊！我还是不行。坚决不准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主角是你们啊。主角？嗯。啊？斜着切。哦。啊，斜着切。斜啊！哎，这样斜着。哎呦！哎呀！你我要。哎呀！你喷到我们呐！当心当心！快好了，奶奶来做好不好？奶奶。不行不行，奶奶我来。哎呦！这样子，奶奶教你，就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会吧？但是你不能乱讲，你才会不会吵了你？奶奶，你看他啦，吵架还是在炒菜？你一直喷我，要在哪里啦？好了，你先给我小一点，奶奶，这样可以了吧？用嘴巴讲，你不要用这样粘的，这样会。没想到他们用这种方法过父亲节，挺孝顺的，还为了你下厨了。哎，人家刚刚说了是为我们啊。你这个木头叔叔还深得他们的心，把你当成第二个爸爸。嘿嘿嘿，真不好意思。哎，人家还好啊，贴心。那是，人家说了嘛，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嘛。没有做饭，天佑，你是干什么了？快胡了！哇，你们是在炒菜还是在打仗啊？你们才回来一会儿，厨房搞成这样，你这棉袄都没人送进去。谁要吃啊？好，关火！